会觉得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就是这么充满变化这样。其实人生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都是要好好的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以前经营那个夫妻，好像经营婚姻不易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处的地方？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好好过日子，对，这都很重要，好好看戏，嗯。不知道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今天看新闻才知道的。担心一下他，没有，那家务，人家的家务事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对啊，也是刚刚。对，真的，我今天看到新闻才知道，嗯。其实人生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都是要好好的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嗯，要不要问华灯的事情啊？一直问我别人家的事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有，就没有那么熟啊，所以其实平常私底下不会联络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怎么会问到我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就以前经营那个夫妻，好像经营婚姻不易，你们有没有特别的相处之道？对，你知道，我刚刚去新竹那一组是不是。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好好过日子，对，这都很重要，好好看戏，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